就当我吃了吧。喂，最后吃完那个，少许侠。我这也在吃吗？嗯。江哥，你刚说就当吃了。哎，哎，你不是在厨房工作吗？ 对不对？你有钥匙，弄点吃的呀。不行不行，厨房的东西不能随便吃。我也吃不饱，我也饿呀。你哥里还有肉味儿，香哥，对不住。 大拇哥，我打鼾声比较严重啊，你不要介意。进了萧府，大家都是兄弟，打鼾什么的，就不用计较了。嗯，谢谢。睡觉。嗯。哎呀，睡觉喽。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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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刘管事，嗯，明天就竞标会了，布朵准备怎么样？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。明白了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不好了，大小姐，好，我把家那匹布突然抓紧时间要，我们赶不出来了呀。先把朱老板那匹红布染成紫色，交给韩老板。大小姐，这匹布颜色不沉，怎么办？纯度不够，冬青叶少了，误果一多了。哎，知道了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事不好了，大小姐，有个染缸，它头饰包子。 包子掉染缸里了，怎么办呢？这个好办，把它轰出去。哎，玉柱，韩公子，做事干净利落，大家风范。过奖了，论经商能力，你远超过于我。哎，这个不敢当。怎么不敢当？陶家不装，便不江浙，咱们家公子年纪轻轻就当了金陵的首富，这经商能力有目共睹啊！大权，玉柱，我听说。 于劫匪了，我来看看你，没事吧？没事，陶公子不必担心。怎么不担心了？我们公子下的呀，快马加鞭从杭州赶了回来。我回来的路上啊，也是顺路，我给你求了个平安符，送给你。怎么顺路了呢？这明明就是专程绕路去道明寺，还苦苦哀求主持开光的。大明寺。哦，多谢陶公子。哎，屋里请。哎，走。